用心就是专业，数十名慈济志工精心烹调，全是为了让蔬菜便当热乎乎的送到三姓家商。谢谢。谢谢。这菜色怎么样？色香味俱全。学校的校长是素食者，在慈济志工邀请下，欢喜推动校园响应蔬行日。很高兴，慈济办理0111蔬行日，让我们下一代能够生活得更美好。志工亲手奉上便当，让师生都能品尝健康与美味。而响应蔬行日的还有文德国小。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活动，能够让全世界的人，有更多的人可以知道蔬食的好处。文德国小多年前就实施每周一天无肉日，因此师生都踊跃参与蔬食联署。如果有比较多人吃素的话，可以帮助地球不要继续暖化。了解蔬食的好处，付出行动，人人也都能是守护大地的环保尖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建安、庄雅文、汪明元高雄报道。